这块地皮给我，你放心好了，我会让他的价值比给格拉范失败。也知道格拉先生是金三角有名的大毒枭，你得确保这件事情没有问题。<笑>这就怕了，有我在，没有人敢动你。 请，请，合作愉快，合作愉快。 学校，不是说好的速取吗？我看没那么简单。你没事吧？ 看过了没有 ？I'm sorry， 出枪又比你快。<笑>他那枪总是不好使。<笑>好戏还在后头，注意警戒，保护好我们的大建筑，准备撤离。 格拉的增援到了，赶紧撤离！撤！进攻！收到，命令。 调查掩护，加后方撤退。等等，我再看看，听我命令。我不着急，就等你。
什么情况？援军接收。怎么办？严正，执行第五方案。五秒，够不够？你行我就行，随时。Come on, baby！可不止五秒了，多了。二，你别，原地待命。等我把他逮出来。安全，走！走！还有一帮隐藏的杀手。注意观察四周。快！知道。
他到底收了多少钱？往死里弄啊！沿着这职业操守，那就给他们职业生涯画上句号。快！杨总，快！别这么玩命啊！给老板加钱，装过去，我给你加钱。那就来吧。你妹！火箭筒开山！掉头，收到。拉开车距50米距离，保持。收到。车速150迈，匹配对方车辆，随时射击。Bodyguard in Southeast Asia, and you saved my life. How did you guys take out all those assassins? 靠他。What is that? 这是我女儿送给我的。每次行动我都会带上它。它能让我的心平静下来。作为一个狙击手。除了武器装备和狙击技能，最重要的是要有一个强大的内心。他就是我的护身符。
将，赶紧找修罗会合。少佐。外面布满了杀手，我们可能被包围了。他们在哪儿？天台。狙击手，有狙击手，别跑，小心，有狙击手。去掩盖他，你来救骑士。
การนานาชาติเมื่อไม่นานมานี้รัฐบาลทหารได้ว้าซีซีดิมาๆๆๆๆๆๆ说啥子哦听球不懂哎呀你个老板等哦来泰国那么多年连泰国话都没得讲清楚哦给老师多找几个女老师给你好好教一下笑个锤子哦你不晓得啊老子这些年坐在这里还不是为了躲避仇家吗这一待了就是十年哦这十年里唯一能给我续命的就是大润意外消灭大润啊梁波谢谢你哦梁波是我该说谢谢你们都是中国人你们在我心里永远是 VIP 听到了没得听见了中国人在外就是要享受一造诣来了梁波你先吃我先打面我吃面来了来了慢慢吃嘿今天这么早下课饿不饿我给你煮碗面吃又是面你自己吃吧要不喝口汤现在琪琪长得都比你高了琪琪小时候长得多像我现在可倒好跟你长得越来越像简直一模一样你高兴吗行了老公你怎么样考本该帮考ชคดีที่มีเหรียญอันนี้ช่วยไว้ถ้ากระสุนทะลุลึกกว่านี้อีกเขาคงต้องตายแน่海蒂娜哈达荣达荣达荣你不要去达荣达荣真的是受够了我现在一点都不想在家待着我只想离开那开始新的生活哎呀我知道等我攒够了钱就带你离开这里哎对了你能帮我收个快件吗就在玩具厂呢又让我送快递下午店里进货我还回去开门呢哎呀最后一次刚好顺路直接送到这个地址就行干嘛呢你收快递塞班呢他有别的事儿
啊。注意点，坏了你可赔不起。小腿还挺白的。哎，回来了。不好意思啊，久等了。哎，我帮你。琪琪，啊，把你老汉赶过噻。是啊，梁博。哎呀，好乖哦。哎呀，这个年轻人莫说莫对，来，我来帮忙。哎，你不要动，你不要动，我来帮忙哈。哎，你不要动，你不要动，我来。哎呀，还有啊，还有呢。哎，当心点儿。哎，再没有了哈，没有了。哎，走了。谢谢啊，谢谢。谢谢梁博。哎呀，不要客气，你有啥子事情去找我哈。好，中国人在外面就应该相夫照应嘛。嗯，谢谢梁博。哎，不要客气，不要客气，我走了。嗯，好，梁博慢走啊。哎呦，走喽。好。哎，格拉先生，你好啊！我的货呢？货不是已经给你寄过去了吗？这包新型毒品的上线是墨西哥毒枭，原料的提取是我在野风星地区花了5年时间种植而成。你给我送一包化肥是怎么回事？什么？送去的是化肥？送来的是化肥。格拉先生，你放心，货肯定出了问题。给我点时间，我一定把货找回来，好吗？说说吧，东西去哪儿了？去哪儿了？我不知道，我不知道。自己送的东西你自己不知道？啊，同吗？同有其内，有其内。我是，我是我。有其内。说，说。
西在哪儿？在哪儿？东西呢？什么东西？我不知道。快说东西在哪儿！东西呢？怀疑里面的东西到底在哪儿？啊！嘿嘿嘿，运气来了，拦不住我。哎，花烛乌龟肯定有问题哦。哎呀，给我爬开，爬开哦！你去凑手，抓的不行，还怪别个有鬼。哎，你看你啥子哦？毛东，毛东，都是痒了。不要动手动脚啊！你们干啥子？哎，又来了，这次是真的有事。放开机器！站到起！站到起！你不要走哦！哎，回来！放开机器！机器！你说他知道，他说他不知道，有意思啊！那我货去哪儿了？被你俩吃了啊！谢谢，没事的，别害怕。昨天下午你说的快件在哪里？说啊，说呀！你运毒？你让我帮你运毒？对不起，我也不想的。我真的只是想多挣点钱，早点带着你离开。西西，你再好好想想，丢了咱们就都没命了。西西，你俩这一唱一和的玩我呢是吧？啊？是不是玩我？老板，我求你了。是不是玩我？我求你了，老板。我的货呢？你给我放了他！放了他！我的货呢？放了他！我亲眼看到琪琪在门口被人带走，他是得罪了哪个？他们几个人？志国，对，志国。什么特征？混混小杂皮，穿着一件花衬衫，像是本地的，开了辆银色的面包车。这把握多少？我就是没有看清楚嘛。啊，不过车前面挂了一大串佛牌，你晓得吧？那个是泰国的佛牌，一大串的那个佛牌，你晓得吧？那个佛牌。涛哥，涛哥，看。可以很空空你买卡拜拜买可以很当在都买是怕你太难了你来呢博了买可以很买可以很真的真的们是塞板他们安怕看听你红门的三年干嘛得那一毛啊门三年干空空空干空烂很冷谁呀？干嘛呢？我女儿呢？谁认识你女儿？走开，走开，走开！干嘛呢？别
告诉我，我女儿在哪儿？不知道。快说！快告诉我女儿在哪儿？不知道。出去看看。放下枪！放下枪！换队！哎，我女儿呢？你还敢来呀？我的货呢？我不管你们是什么人，有什么样的目的，把我女儿放了，否则我血洗你们的老窝。血洗，兄弟，枪战片看多了吧你？你一定会后悔的。叔，是我对不起西西，是我对不起西西，都是我的错，对不起，都是我的错，对不起，叔，给我一次机会，我知道买家在哪里。哎，听说了吗？卖家老巢叫人单枪匹马，一锅给端了。不用担心，东西又不是我搞丢的。哎呀，现在活不好干啊。谁啊？你是不是找死啊你？我找我女儿。找你女儿？你看我像吗？就是给你送货的那个女孩。送货的？不认识。滚！我女儿在哪儿？我不知道。我女儿在哪儿？在哪儿？我找到了，上钩了。货呢？被调包了。调包了？他很能打。很能打，你不是还活得好好的吗？霍呢？高老先生，这个是他女儿，
长得挺漂亮的，老板，别慌，可惜了。喂，我女儿在哪儿？你女儿很美，不过可惜了。你要是敢动她，我一定会杀了你。说话。爸爸，爸爸，姐姐，姐姐，姐姐。我告诉你，明天天一亮，带上我的货来后码头找我。我要是见不到货，我让他脑袋搬家。现在那个快件去哪儿了都不知道，拿什么跟他们换啊？什么闪失？您放心，格莱先生。查查这个人的来历，只要东西到手，就让他立马消失。玩个性了。磨穿顶部的背甲，千辛万路，这样的弹头击中人体，就会扩张外翻成蘑菇形，会增大伤道直径，这是常识。南伯，哎，大荣，我正担心嘞，西西找到了没得呀？还没有，把你收到的快递拿出来。你那个小子，你拿出来呀！快点！这里是我买的那个废料，还没拆呢。给我。这个是，哎呦，我的个妈哟！现在怎么办？那个办报警噻，你又不能把他踢了。不行，报警七七就死定了。那个办？明天一早，我带着去码头。狙击手，还有枪，真是吓死人了。
好，走走走。救我的女儿，我的女儿被绑架了，救我女儿。亚尼瓦，再过再慢慢，都别动，往后退，都别动。我只想救活我的女儿，我不想伤人，我真的不想伤人。东西给我，给我。最爱的女儿，我要给你爸爸加点难度，我要看看他究竟怎么救你。
种水梦烟红的你该个铁印该用到我铁皮你你不写清一张来把这把哈子上来咋敢说说不话不懂说啥的超级你个忙碌你刚来找空的路那看看你看你要有那让我的手术完到白谁？说，是我。你来干什么？我也想去救琪琪。叔，你带我一起去吧，我可以帮你。不需要。不管你带不带我，我都会去的。我一定要救回琪琪。你真的喜欢琪琪吗？你是要害死他吗？站住我！你真的喜欢他吗？是，我真的喜欢他。那你还带他去贩毒？你们两个不要命了？对不起，是我财迷心窍，我真的只是想多挣点钱，然后早点带着他离开。什么？你要带着琪琪离开？琪琪，让我带他走的。这不会是一场公平的交易，他们拿到了毒品也不会放过琪琪，所以我们得做好准备。愣着干什么？小心我一会儿后悔。
先后两组各四人，若杀了一边的四个，隔着树的前方一定会发现。怎么办？那就等他们发现我们之前，全部都解决掉。前方五十米的距离，有人过来了，过来了，来了！冷静。怎么办？注意隐蔽。你原地待命，注意观察。明白。我已到达你十点钟方向，我准备好了。十一点方向，隐蔽。上方十米距离，有人朝你走来。转身了。现在怎么办？看着。什么情况？上去看看。你俩，跟我走。是。确认货之前，不许杀死他。是。
出来吧！我知道你厉害，把东西还我，我就让你们父女团聚。要不我现在就打死他！放了我女儿！还活着呢，把枪放下。我的货呢？打开，我要看到货。给你货。放了我女儿！别废话，给我打开。扔过来！还有十几年时间陪着你，我害怕。别怕，相信爸爸，相信爸爸。没事了，慢点，别怕。等，跟我后面。已经拿到了，掩护我跟着撤。一会儿警察来了，咱们都走不了了。
哎，没事了，梁博，你怎么来了？你们都没得事吧？琪琪也没得事吧？没事。好，哎，不要客气，中国人在外就应该相互的照应。谢谢。好好好，不说了。哎，跟我走，跟我走，走走走。哎，快点啊！上车，上车，上车喽！梁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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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这孩子去医院了。梁博，中国人，梁博在外要梁博相互的照应。梁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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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现在我把女儿交给你。你带他离开。爸爸，你要去哪儿啊？琪琪，爸爸对不起你妈妈，但我答应你，这是最后一次。梁博为我们而死，我不能就这么算了，我一定要解决这件事。听我命令，起身。梁博，咱们现在不是难过的时候，走，走。